人性女王的密室三，我就是暗黑伯爵阿 Ken。 今天我即将率领了九位魔王，我们要进行的是魔王争霸战之谁是老鼠屎。每个回合只有十题而已，只要你答对了十题，你就有机会把10万元的奖金拿回家，还有非常多的好礼物哦。但是如果很不幸的我们的魔王答错了，那累积的奖金将会终止，而他就是你们心目中的老鼠屎。没有错，听起来好像很难，对不对？但是在上上个礼拜，我们真的把10万元的奖金送出去了。到底是哪一位魔王把10万块钱送出去的呢？我们马上来回顾一下 VCR， Let's go。牙龈，牙龈魔王，牙龈魔王，不对，你答对了。你们是姐妹对不对？哇，谁是姐？你们俩看不出来耶。我是妹妹，你是妹妹，你是姐姐。哦，所以谁答题比较多？姐姐。哦，姐姐。姐姐，姐姐答题比较多。那妹妹你是？我就答前面。你就要答前面。那你看到吴尊那题，你有紧张吗？你对他有信心吗？姐姐不会讲话吗？姐姐啊，姐姐会，姐姐会讲话，姐姐会，姐姐也会，太好了。吴尊那题你有很紧张吗？因为10万元呢，哇，对啊，好厉害！对他现在印象更好了吗？嗯，姐姐真的不太会讲话。对，哦，但是他拿到10万元了。哎呦，我的天哪！真的10万元，哇，这个冬天一点都不冷啊。新年真的10万元了，要怎么用呢？姐姐，过年的时候夹菜，然后给爸妈包一个大红包，好好哦，好孝顺哦，好孝顺，对啊，那今天你也戴毛哦？有，哎，我也冷了。对呀，冬天哎，是这一两天是台北最台湾最冷的。今天很温暖啊，得到10万元，对不对？好，待会再努力，再拿个10万，好不好？好，好，加油了，好，马上我们就要进行，我们来看看规则 VCR， Let's go。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的，是的，我们九位魔王都已经站好定位了。刚刚赶得要命，有没有？有几位还差一点跌倒。现在就让我来一一介绍他们了。首先，我们要欢迎第一位魔王，就是我们的偶像始祖张克凡。克凡哥在25年前就已经是偶像了，现在还号称是演艺圈最帅气的胖子。你把纳豆放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音乐黑马管庆，他带来了新的作品《管庆》，后面加一个问号啊！今天要用火山系的摇滚女声告诉你 ，Rock 也是很有脑袋的。再接下来要欢迎儿童专家王洪哲，可以说是专家界的 Rain， 育儿界的超级战士，关于小孩子的问题交给他就对了。接下来要欢迎的是小甜甜，她本身就是一个谐星女冠军了，我大胆的预测她今天晚上绝对会拿到大便哦。好，老鼠屎啊，你有可能是啊。好，再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传说中的过关机器王仁甫，百战百胜，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今天全看你的了。再接着下来，我们要欢迎林富平主播陈永康，除了有高学历之外，还是铁人三项的爱好者。哎呀，根本就是主播界的超级奶爸呀！再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是综艺界的新人王大哥，我呸！
你什么东西啊你啊？为什么要陪我？你是新人王啊！我们马上来介绍下一组，接下来下一组是幸福双人组，大久保麻里子和曾少宗，这一次带来了台式的新戏《幸福不二家》，好幸福的两个人，啾咪啾咪啾咪，期待你们的新戏哦。好，最后我们要欢迎的是外景小斗士王靖伦，非常容易让人家轻视的暖男，但是他今天晚上绝对不会是老鼠屎，如果拿到的话，他说他不会贴上去这个老鼠屎贴纸，他会把它吃下去，好吗？太好了，好 ，OK， 今天就是这九位魔王要跟大家来好好挑战一下了，请问一下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大家都信心十足，马上我们就来觐见名义女王，欢迎。女王好，女王好，天很冷啊，非常冷，非常冷。好，可是各位穿的都很漂亮啊。哎，真的耶，真的好，天人聚在这里。刚刚那两位得奖的，他们就是一家人啊，围着个炉，拿着手机来答题，还中了10万，你看多好啊！对呀，是不是啊？真的，那两位看起来一定就是真的，因为很不会讲话，那绝对不可能是发来的灵眼啊，对不对？哎呦呀，好，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好乖，是来，今天我们看看谁可以答到第十题，谁是老鼠屎。真的好，就大家准备好了哈，马上就要从我们第一位魔王克凡哥，你准备好了？请问你第一题，下列哪一种情形可能是属于男性更年期的症状 ？A. 小便断断续续 ，B. 身高变矮，毛发变少 ，C. 睡觉大声打呼。5秒钟，请作答。你的答案是 C， 锁定。你觉得是 C 啊？可能没错。哎，会吗？这个题目有点误导，去 A、B 这样子。没有问你，我跟你讲，怎么可能？今天上个礼拜因为是大选，所以呢，我们节目停了一次。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对，第一题我就在想。谁是会第一个老鼠屎？哎呦，今年猴年他应该会很旺。好，现在线上有31000多人。是的，这31000多人是刚刚打开手机非常忠实的观众朋友。对，就遇到了老鼠屎。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什么？大家觉得？是打呼。正确答案是 B， 身高变矮，毛发变少。哎，我还没有更年期，我就身高变矮，头发变少嘞。所以你已经是 ING 啦。啊，我已经是更年期了。对啊，这不是大声打呼吧？跟年龄应该没什么太大关系。难道你已经是 A 了吗？哎呦，小便会断断续续吗？那个已经是3年前的症状了。会滴到鞋吗？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哎呦，请你把那个美丽的勋章贴上去。啊，我是老鼠屎的。哎，第一题就答错。哎，恭喜。老天天，你不要再穿那么暴露了。你不要被我弄的。不要动，你动了。你不要动，我们很不舒服。好，我这里看不到。来，张国凡跟31000个观众朋友说声道歉。不，大家，这是暖身题，马上就可以开始来第二回合，对不对？真的。是。啊，怎么样？是柯凡哥啊？先跟大家说抱歉啊！我真的要为3万多人做对不起。但是真的，把握时间，对不对？对啊，我们把握时间，大家原谅他，不要死在第七题、第八题那。对啊，哎，因为他现在真的原谅柯凡哥，因为他现在已经毛发变少，而且变矮，而且他小便又断断续续，请原谅他好吗？真的对不起了哈，马上进行下一回合。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
好的，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回合了，线上的玩家，你赶快上线吧！刚刚可以算是一个暖身题了，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要再次的欢迎名义女王，女王好，太快了吧？通常会隔一段时间，这么快我就要再来一次，对呀、啊，这烦什么烦不烦呐、啊？你们对呀、啊，那样那样，好好打好不好？拜托，今天我们可是精挑细选，每一个人都是聪明度够高的。对啊，对不对？好，来，就当失误了。好，好，接下来是管庆了，你准备好了？好，好的，马上要问你第一题，请问，根据记载，哪一位古代的美女有心脏病 ？A. 杨贵妃 ，B. 西施 ，C. 王昭君。五秒钟，请作答。这个杨贵妃，我知道她什么有名，但 B 跟 C， 你的答案是 B 西施。B 锁定 ，B 是的，女王、啊、西施。他刚刚讲有 B 跟 C， 我真的是以我已经不用穿的，我都要出汗了。真的好，真的来答、嗯，现在现场有34000人，如果你答 B 答对啦，是的。西施捧心嘛，好，恭喜你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哎，是的，王专家，您准备好了、啊？育儿专家在这边没什么用啊，育儿专家好像没什么用。育儿专家没什么用吗？对，没关系，你题目答对就 OK 了 ，OK 好吗？你的小孩有、这个，你的小孩有没有在电视机前面看你、啊？一定有的啊，一定有的、啊对。对，他很喜欢锁定，对不对？真的，他很想要，很喜欢伯爵那个位置。啊，很喜欢伯爵这个位置啊！是啊，他非常他现在几岁？他一个五岁，简直把你当作偶像啊！哎呦哇，五岁就这么聪明啊！很好啊，很棒很棒的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可为。好，马上要来请问你，对，因为要赶，因为网友会骂，就说哎、欸，你们不要一直聊天，然后赶快问问题，滚开聊，然后都一直骂我，你知道吗？上次有一个网友留言，好了好了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马上请问你第二题，请问牙医师建议吃饱饭后最好隔多久再刷牙最正确 ？A. 不用清洁 ，B. 马上刷牙 ，C. 30分钟后。五秒钟，请作答。5, 4, 3, 2, 1好，您的答案是应该是 C， C 觉得应该锁定。对，应该不可能马上刷牙。30分钟后。30分钟后。哎呦，对，所以也就是说，哎、吃完饭马上去刷牙的人都是不对的，对不对？哎，是吗？刷牙。哎，是答对啦。30分钟后，30分钟内刷牙会加速酸性物质侵蚀牙齿表面的发质。哎，所以要等30分钟之后。恭喜你答对了。接下来下一题。哎呀，糟糕了！完了完了完了，停了停了啦，没了啦没了啦！交给我，放心。没了啦，没了啦。你可以聊久一点，这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冷呢。对啊，所以我为了观众，牺牲没关系。好，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答对了，好不好？我一定会答。你讲话微笑、欸。你最近是不是有交男朋友啊？这跟题目没有关系。哇塞，你当什么偶像啊你啊？还不愿意回答？你才凭什么都跟偶像在一起啊？好了好了好了 ，OK， 好，马上请问你这一题了。一般公司行号都会颁发三节奖金，请问三节是指春节、中秋节和什么节日 ？A. 端午节 ，B. 中秋节 ，C. 圣诞节。五秒钟，请作答。这个也太简单了，我错了，他没有贴你。中元节是故意误导的，圣诞节是外国人过的，所以一定是端午节 A。A， 锁定。A， 中元节。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出题的人是不是知道今天的顺序，然后在这里出了一个白痴。第四道这么厉害，太简单了啦！这一题要是答错了，是不是他脑袋有问题？的啦，没有没有，因为柯凡哥一直用英文说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等一下，我哪有这样讲啊？哎，答对啦！好 ，OK， 三题过关，累积奖金10000元。好，已经有钱了，已经有累积。
期奖金10000元喽。是的，是的，钱就在那里啊，要送给大家。来，每次人家都问我这个帅哥是谁。哎，这位帅哥哦，叫什么？他叫什么？叫什么名字？啊，他叫秘密耶。好，谢谢。啊，好 ，OK OK， 好的，接着下来下一位人斧哥。好了，哎呦喂呀！过关机器，过关机器。题目是依照人而出的。刚刚那题，如果客凡哥没有答错的话，应该是要给我的。哎呦，哎，对耶，对呀，哎，怎么会这样？对啊，那题那么简单啊？没有啦，其实我有一些题目我可以换，就是给白痴答的，我就挪给白痴。所以刚刚给小甜甜。好 ，OK， 接着下来这一题，请问你了。英文片语 Time is money 相当于中国哪一句俗谚 A 有钱能使鬼推磨 B 千金难买早知道 C 一寸光阴一寸金五秒钟请作答这里面当中有讲到钱的有讲到时间的对就是 C C 对嘛就只有 C 而已锁定好锁定锁定了会错对锁定了如果错了我从这边跳下去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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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不要这样绝对不会错等一下等一下错了我就跳下去你不要抢我不要在14年前演唱会我也跳过这么高是好了英雄不提当年勇 OK 好你提答案 C 答对啦 Yes 好厉害你虽然答对，可不可以也跳下去？好不好？我们好想看的。对，我跳上去了。跳上去了。好，这里我们要送礼物。哎呦，哎呦，哎呦，好棒！这是什么？刚刚的奖金以外，这一题答对了，我要送拉普罗。这今天正好用散热型电暖炉，我的摄影棚里头就有一个。真的好棒！今天这么冷，送这个最棒了。非常好，看谁可以把它带回去。好 ，OK， very good。接着下来，好，是的，林富平主播，注意了，轮到你了。请问你，根据知名保养品公司调查，上班族女生在哪一天出门前会花最多时间打扮自己 ？A. 星期一 ，B. 星期三 ，C. 星期五。五秒钟，请作答。大家会觉得礼拜五 Friday 要去 party 嘛？因为对啊 ，Friday 要去 party， 晚上。但我相信这个应该有误导，所以应该是礼拜一。礼拜一 ，Blue Monday， 锁定 Blue Monday， 礼拜一，礼拜一 ，Monday， 因为就特别 blue 啊，所以说话礼拜一，礼拜一，其实答对了。耶！为什么？我就说。上一回我们有一个主播同业来这边自称热血主播，急了一身屎。哎呀，今天才帮他稍微血耻一下。对对对对对，看不下去了。对啊，真的是哈，的确是礼拜一。答对了又有奖品，又有奖品啊！哇，哎呦，这是什么？86小铺。86小铺，这里头是价值5000多元的韩国人气品牌水丽妍的保养套组。哇！哎呦，还送保养品，5000多块。礼拜一上班前就来保养一下，真的好。OK， 接着下来已经来到了第6题了，大根，好紧张哦，我先把它贴上去好啊，怎么了？现在线上只剩下1153位哦，是，我现在很紧张。累积的不是奖金，是黄金。你把你的屎先拿掉。好，对对对对对。我要抢张克凡的风头。好，都留给克凡哥。哎，我现在是唯一错的人呢。对，的确，你现在唯一错的。为什么那个端午节不给我答嘞？不，我怕那题问你，你也照样说没得错。你会怕你会亏圣诞节？你很适合。好，大根准备好了。好了，请问你下列哪一项素食有害物质最多、最伤肝 ？A 炸鸡 ，B 薯条 ，C 洋葱圈。五秒钟，请作答。伤肝哦，肝，伤肝，完全没有肝。你的答案是难了吧 ？C 洋葱圈 ，C 洋葱圈，锁定 C。洋葱圈是好的，哎，洋葱不是蛮好的吗，女王？因为它里面好像哦，怪怪的。对，洋葱不是好的吗？我有看过炸洋葱圈里面的东西，好像不是真的洋葱哦。啊？是不是？哦，还是我看到的是黑心商品？哦，洋葱圈里面不是洋葱商品吧？看到是黑心洋葱圈吗？哎，就像太阳饼里面不是太阳一样。上上个礼拜拿到10题的是吴尊，吴尊，他是谐星界的这个胖子，不是谐星界的智慧。
智慧光武士，他答过两次的十题，对，所以大根你输了，你错了，答错了，答错了，薯条，正确的答案是薯条。是薯条，为什么？薯条最好吃吗？因为除了油炸之外，还加了盐，跟糖，容易造成脂肪肝。哦，容易让肝脏出现发炎的现象。答案就这么简单了。好，你是课本上的料。这么简单你还错，还敢讲？是不是这一边的风水不太好？对，我觉得这边风水不太好。对，这块连成一线了，都被小甜甜影响了。真的，真的。好，现在我们线上现在588位。哇。这里头，哎呦，每个人的照片都很漂亮。哎呀，本来这题答对，他们就有20000了。对，哎呦，这个人长得还蛮帅的哈。哎，眼神有点惊讶。伯中。好，我们现在请到我们最帅的律师。哎，你们哪一位？好好哇。你看，律师穿的西装，你看新的，没有，这是之前来这边就特地为了来上节目买的。哎呦，哇，那你算是一个比较不务正业的律师了。对啊，哈，没有，上节目穿的西装紧一点，到法院穿的西装松一点，哦，对不对？谢谢。好，我们来看。抽出哪一位是可以得到奖金10000元，还有这个保养品，还有这个暖炉，是谁呢？好，好，高雄市的依训，小弟弟的照片，好，把这保养品给妈妈，好，恭喜你哦。恭喜，好 ，OK， 马上就要进入下一个回合了 ，Let's go！ 女王的历史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历史三，魔王特别企划。好的，又来到新的一个回合了，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今天是要来宣传，对，我们要宣传台视的新戏，从1月29号开始呢，《幸福不二家》在台视每个礼拜五晚上10点，还有 TVBS 每周六晚上11点。哦，太厉害了啊！即将就要开始了。对对对，我们请女王也来看一下，看看你们的收视率会不会很棒，好不好？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幸福啊！是的，来，我们来觐见女王。是的，刚刚那局如果你好啊，如果大根答对的话，接下来可能到了张克凡那里就是第六、七、八、九哎，哎呦啊，那我压力就大嘞。对，现在还好了，现在是第三题哦 ，OK， 来线上的朋友赶快上来哦，上线，接下来的组合很厉害哦，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吧？你看我的毛毛已经拿掉了，现在我已经开始热起来了，真的真的，因为我有暖炉。对哦，哈，好棒哦！对啊，这边答错人那么多，我这边也觉得很热，腋下都出汗了。天哪！希望你们好继续答对下去了。好，来现场的朋友赶快准备了。好，来马上就要请问你们第一题：有胃胀气问题的人要避免做什么事情，否则容易不舒服 ？A. 饭后散步。B 慢慢吃饭 ，C 吃口香糖，这个你应该一秒钟请作答。口香糖，这你最懂啊。幸福不二家。A 吗？吃饭马上运动，还有最容易不舒服哦，所以应该 B 吧。哎，那个对，你没有听到我在倒数吗 ？B 啊 ，B。B 什么 ？B 还是 C？ 哦，避免做什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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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哦，避免。C 答案是什么 ？C 锁定 C， 吃口香糖。C， 哇，是的，女王，你有没有吓一跳？我也吓一跳，好惊险呢。是的，38944位。其实38944位是不止这样子的人，因为通常锁定说，通常看我们节目的人是一家人坐在那里盯着眼睛看你作答。对，你答 C， 我进广告啊！刚刚他答的是说要避
免做什么，对不对？避免做什么？对，你们说避免慢慢吃饭呢？因为我刚少看，我刚看错了。对，看题目要看清楚，对不对？所以38933位，你答吃口香糖就答对了。是的。答对了，恭喜你们！你们收视率一定会非常好的。谢谢。好 ，OK， 接着下来下一题。好，静伦准备好了。压力好大哦，这胃有点逆流，可以吃点饼干吗？你是好哇哇吓一跳，这个不是很好笑哎，不好笑啊！哇，对对对，我还以为他最近代言什么，然后拿出来要秀一下，我还想要让他讲，结果哇，他是在讲笑话，所以才有区隔嘛，他想了很久的啦，糟糕糟糕，吃屎啊！好了好了，好 OK， 准备好了，请问你，夜晚会在海面发出蓝色荧光的妈祖美景蓝眼泪。其实是什么生物造成的 ？A. 藻类 ，B. 珊瑚礁 ，C. 热带鱼。五秒钟，请作答。应该不是热带鱼。3, 2, 1，你的答案是？应该是 B。B。B。锁定。B。女王。哎呀！哎呀！怎么了？九位啊，演艺界，演艺界的这个大人物们，是的，你们知不知道有很多事情，就是你没有发现，先拿出屎来的人，他就是得到屎。哎，对呀，有吸引力法则，求人得人，求屎得屎，有始有终啊。对，是刚刚拿出来了，就大根也拿出来了，张克凡也拿出来了，真的，恭喜你答错了，哇哇。正确答案是藻类。对啊，其实简介里面我智商是最低的，所以 OK 的。100而已，我刚有注意到你是最低。Ken 哥，你帮他接一下。你可不可以你心里面自己安慰自己就好，不用讲出来。而且还好。对啊，我们其实我们是想要骂你的，真是的，真是。王继伦，先跟14122位线上的观众朋友说抱歉，来来来。对不起，线上10000多的观众朋友们，还好只是第二题，不是在后面。我前面可能不会，可能后面我比较厉害。好，希望如此。哎呦，张克凡又是第一题嘞！哎，真的耶！追啊，我怎么这么追啊？好，压力应该不大。好 ，OK， 准备好了，克凡哥已经准备好了吗 ？OK 了。好，进下一个回合。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的，新的一个回合，线上的玩家继续上线吧，我们今天一定要把10万块钱送出去。柯凡哥啊，经过这一轮之后，你有什么感想？身上已经有一个屎，会怕第二个屎来的压力更大。哎呦，哪怕只是第一题而已。真的吗？嗯 ，OK。但是你一般来讲说，假如你题目不会的话，你猜题你的运气是怎么样的？平常来说，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答案，要不然我猜题的能力是零。哇。那我没有什么偏财运，那你为什么今天要接这个通告啊？今天接这个对啊，你应该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我刚刚产生一种鬼打墙的状态。好 ，OK。像刚刚那一题，我可以直接回答你那个答案为什么啊？哪一个答案？哪一个？王继伦根本就是笨蛋嘛。哦，继伦，你看海面上要反光，你要多大的面积？对，当然是藻类才有那么多数量。珊瑚礁它的在海面比较。深层的地方是的，热带鱼没有那么大一坨鱼啊。对，好，可是那个中年人的前兆也很简单呢。对，好，好的，柯凡哥，刚刚这个就是事后诸葛的意思。你以后不要好翻这么破路了。马上我们来欢迎女王。是的，参见民意女王。又来到柯凡哥的时间了。又来了，所以我带了一把紫扇子，希望能带给你好运啊。好，线上的朋友准备好了没有？上线啦！好，马上，请问你第一题，童话故事中美女与野兽，美女对野兽说了哪一句话，破除了魔咒，让野兽变回王子 ？A. I hate you. B. I got you. C.
I love you。五秒钟，请作答。你的答案是 B。你的答案是什么 ？B。B。锁定，绝对不是 B。不是锁定，是 C。他锁定什么什么？是 C 啊。锁定的啦。哎，你锁的时候我压线好不好？不是。压线，我已经锁定 B 嘞。哪有锁啊？来不及了啦。对啊。变红灯了。对啊。是，我来被锁定。你刚刚讲的是 C 啦，我已经锁定了。那你干嘛锁定在前面？不是，柯凡哥，可不可以尽量不要在答题的时候做效果？因为我已经锁了。啊！我锁起来。等一下。女王，女王，不好意思。好，不要吵了。刚刚我们为了四万多的观众朋友，这一题我就算你是 C 号。你刚刚是做效果，对不对？对。我告诉你，你那样像你那个样子，很容易王子就变回野兽。OK。真的。好。观众也变野兽了。五秒以后赶快答题，一锁定以后就不能再改了。听到了没？听到了没有？只有你需要了解。只有你有这个问题。也是直接跟年轻的现象。好 ，C 答对啦。耶。我会答 B。哦，吓一跳！刚刚是谁在喊？一直哔哔哔，大根就你的哎！我没有在喊哔啊。好，I love you。 OK， 好，我那不重要了，好吗？接着下来，人要往前看。加油！好，接下来又来到管庆了，出了新专辑了。请问你，在日语中汉字的爱人代表什么意思 ？A. 老婆 ，B. 情妇 ，C. 女朋友。五秒钟，请作答。啊，应该跟中文真的意思不太一样吧？你的答案是 B， B 锁定。情妇啊！哦，哇，聪明的管庆，34290位，因为日语有的时候啊，热汤其实就是不是真的汤嘛，其实是洗澡，所以爱人就是情妇，答对啦。哇，厉害！恭喜你，太厉害了。好，太厉害。接下来，哎，是的，专家准备好了。好，没有问题。有位专家，请问你，国建署提醒考生进考场前最好避免喝什么饮品，否则可能会产生情绪不稳，影响表现。A. 无糖豆浆 ，B. 燕窝 ，C. 含糖饮料。五秒钟，请作答。避免喝，不要喝。对，好，你的答案是 C 含糖饮料。C 含糖饮料锁定。对，因为对，因为含糖饮料会让孩子变得比较过动，而且情绪跟专注力会变不好。哎呦，哇，那我觉得张克凡应该就是喝多了含糖。女王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喝的就是可乐、汽水之类。哎呦 ，C 答对啦！答对了，三题过关，累积奖金10000元。10000元呢？有10000元了，太好了！加油加油，10万等着你哦。好 ，OK， 接着下来，小甜甜。好的。哦，红包。请问你这一题了，这么凝重，开心一点好不好？看到你就笑不出来。把你的头发往前拨一点啊。好，前拨。好 ，OK， 你 over 了 ，over 了。你要把我往前拨，不然的话你整个人转过去好了。不是，这个还不需要那么差别的待遇。好，请问你下一题，是一般人身上哪一个部位有最多的汗腺，最会流汗 ？A. 腋下 ，B. 脚心 ，C. 背部。五秒钟，请作答。跟每个人不一样吧？背部一定不是，所以但是腋下跟脚心，我跟你讲，腋下是看到喜欢的人紧张的时候才会流汗。所以你的答案是 B， B 脚心锁定。脚心啊，脚心。脚心，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脚臭？就因为是一直在流汗。对，答对啦！耶！厉害，好棒哦！对，好厉害！我从这边就可以闻到小甜甜的脚臭了。那有？你答对就配合一下。答对了，要我们送价值5680的锅宝不锈钢电锅，噔噔噔！哎呦，好棒 ！OK， 小甜甜帮大家拿到的。哎，谢谢。OK，
接着下来，下一题又来到人佛啦，压力要大到第五题了。就是这个数字，哎，对边错边，这个数字就是垃圾的。哎，刚刚那一题很多人猜错，你看只剩下1980。对啊，1980刚好是我出生的年份。哦，啊，这是一个好兆头。来，如果答错了怎么办呢？就会变成只剩69，从西元变民国。哦，这一题好像有点难度。哎呦喂啊！好。请问你了，治疗腹泻用的正露丸名字是怎么来的 ？A. 征讨恶国用的药丸 ，B. 让人变正常的药丸 ，C. 蒸馏露水后的药丸。5秒钟，请作答。哎，糟了，蒸馏水，蒸馏露水后的药丸，蒸馏。你的答案是 B. 乱选。让人冰水生，你还没讲嘛，对不对？还没讲嘛。哇塞，你很厉害，你是锁定他们，你蛮厉害的。不要忘记了，我很会抓你锁定的 timing。对，上次我都帮你锁的。就你们5566的，我恨你们每一个。可恶！从此之后，大家我们是因为这样，所以才锁定。快点，快点选，快点选，时间已经到了，时间已经到了。好，时间已经到，我觉得应该不是 B。你的答案是快，比较。厉害应该是你快快快 ，C C 锁定，好锁了，我锁了，露水怎么蒸馏啊？我跟你讲，蒸馏露水什么意思啊？这个打完好外面的，由此可锁可以想知道，对。怎么了？王仁甫是真的不会答这题，这题我真的谁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好，扯了半天都答。而且可以告诉所有观众，我们真的没有再给他打 pass， 对不对？对啊，没有再打 pass 的啊，完完全全。这题真的答案是 A， 因为日本人那时候要攻打俄国的时候，原本的名称叫做忠勇蒸露丸。那以前的那个俄国他们是陆国，所以要蒸露丸。是这个意思，后来才证明变正露丸。那不要正嘛，就直接恶露丸不就好了。这个问这个他就对啊，问日本的朋友就知道，对不对？ A 嘛，对啊，是不是？好，这边也只剩下589位，每一次这个刘德华都在啊，刘德华，聪明的，刘德华每次都在。刘德华，我很希望，我很希望有一次可以抽到你，然后你来现场，我看你长得是不是像刘德华，真的，而且他每次都会来答题耶，每一集他都会来，他是我们忠实观众，真的，贴上了好。以此警惕，以此警惕，以此警惕。好，这里面我们要抽出一位来得到奖金10000，还有一个电锅来吃饱饱，是谁呢？哇！哦，南投县妙慈。妙慈小姐，听起来这名字很有佛缘的样子，恭喜你得到了奖金10000元，还有电锅，恭喜恭喜，好。马上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回合 Go 女王的密室3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3魔王特别企划。好的，接下来这一题，第一题应该是不会错了。假如到您的话，第一题，对啊，学问这么渊博，对不对？好，请问，表非名为什么叫表非名？怎么出那个烂题目嘛？是不是？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们先来见女王了。女王有请，欢迎女王。是的，好不容易上个礼拜我们有了一个10万元，希望今天的九位加加油，好不好？真的，不要一直急的拿十，好不好？陈永康，加油！加油！好，线上的玩家注意了。好，请问你第一题，运动时如果想要同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可以在饮用水中加入什么东西 ？A. 盐巴 ，B. 蜂蜜 ，C.
苏打粉，五秒钟请作答。我刚不问我这个嘞。水跟电解质可以加什么？您的答案是？答案是 A。A 锁定。A。有些人答题既爽快，对，又干脆，是，也不会，不一定对。对，也不会 A A R A A R。哎，对，旁边人也不会 A A R， 所以台视很高兴，所以现在进广告啊。啊！刚刚陈永康答的是盐巴，盐巴。我告诉后面答题的，你看我这里有四道年菜吗？对，这四道年菜，如果你们能答到第四题，我就要送给你们啦。吃这么好。樱花虾米糕，樱花虾米糕，来，盐巴答对啦！盐巴答对啦！这题答案就是盐巴。哎呀，我在沙漠跑都要吃点盐巴嘛，都要吃盐巴，厉害了，好厉害！哎，但接下来我们又担心了，厉害了，又担心了，没有那么倒霉的了。啊、这题我会用我的智慧告诉大家，我没有那么笨。你刚的智慧呢？好，好 ，OK， 准备好了，请问你。会发光的萤火虫是什么性别 ？A， 公的 ；B， 母的 ；C， 两者都会。五秒钟，请作答。萤火虫如果只有一个性别会发光，那就不会这样叫了嘛。所以答案是 C， 两者都会。C， 锁定 C。两者都会，都会发光吗？对啊，它如果只有一个性别会发光，就不要叫萤火虫啦，对啊，就叫公火虫，对不对？或者母火虫就不会叫萤火，不会啊，它只要有一个性别，对啊，牛牛都叫牛，有公牛跟母牛。对啊，对啊，好，这题有可能会答错。你这个理论就是公牛也会有牛奶就对了。其实答对了，答对了，是的，聪明，聪明厉害了，厉害，好，且没有答辩了。接下来，好，这两位幸福不二家，请问你们。传说中，女人多吃什么可以生男孩 ？A. 香菇 ，B. 香肠 ，C. 金针花。是香蕉。五秒钟，请作答。是什么？金针花？香菇？我完全不知道哎。啊，这好像你们的答案是？麻烦选出来，赶快给我告诉我 ，C 吗 ？C， 锁定 C。好。金针花，因为比较特别。哎，对，不然香菇、香肠、金针花，有的时候就选那个不一样的。答对啦！金针花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疑难草，疑难草就是适宜生的宜，适宜生男的，对，适宜生男的。哎，好，三题过关，累积奖金10000元。好，好。马上接着下来，静伦哦，冷静了，冷静了哈 ，OK 了，这边应该一句话都没讲，应该也会的，在打坐，就好那个思绪给，请问你了，一下来第四题，请问你过年要到了，下列哪一项是台湾网友票选最佳的春节伴手礼 ？A. 水果礼盒 ，B. 生猛海鲜 ，C. 养生燕窝，五秒钟请作答，这个。还好，我最近常看电视。好，常看电视吗？有在写，有报吗？有报这个新闻吗？很难不看到。好，你的答案是 B， 生猛海鲜。啊 ？B 锁定 B。啊？哇，其他人傻眼了，其他人都傻眼了，你们大家都吃错了，卖生猛海鲜不会很麻烦。可是新闻真的有报，虽然。你觉得收到海鲜怎么办？可是答对啦！好，哎，这真的很厉害，因为我也要送年菜啦。对，就是这些第一名的。哇，师傅你好漂亮啊！你这贵姓？我姓林。哦，李师傅圆圆脸，好可爱。我姓林。哦，林啊。女王耳朵不是很好，姓林。哎，我们这个地方是乐天市场里面的竹地尝鲜年菜组，是不是？对，是。哇，这四道菜，
好棒哦，有狮子头，还有哦，鸿福齐天绍兴酒醉鸡腿，绍兴酒醉鸡腿，和牛海鲜珠宝和天锅，天锅哦，海鲜天锅，还有就是大吉大利的米糕。哦，樱花虾米糕，樱花虾米糕，哎，哎，这一题答对了，我们就要送这个咯，好，谢谢，谢谢，哇，好棒哦，好棒哦，好香哦，对呀，林师傅，你可不可以跟那个小甜甜换位置？为什么？其实哈，怎么了？为什么吗？啊？怎么了？没有，因为他比较好看。好，接着下来，你答对了，静文恭喜你哦。好，对，可以吃吗？好，答对，不行，不行不行。好，接着下来，柯凡哥准备好了。又来了，又到了柯凡哥，又轮到你了。我本来还有柯凡哥很有信心。黄靖伦那边一定会答错，到我会变第一题。不多嘞，但是这一题我觉得我有信心你会答对。好，请问你了。很多人喜欢养狗，请问下列哪一种狗的平均寿命最长 ？A. 马尔济斯 ，B. 斗牛犬 ，C. 黄金猎犬。五秒钟，请作答。怎么会知道？你应该会知道吧？这应该很多人都会知道的。对啊。你的答案是 A。A 锁定 A 马尔济斯，锁那么快，他都可以挡的。没有办法。行，你讲了我就锁了。这一题赶快把它锁定，因为你答对了。耶！马尔济斯因为是小型犬，小型犬的寿命通常都比较长一点。耶！好的，来这项答对了，我又是冬天最好的了。这就是啊，拉波罗的黑金。电陶炉啊，好厉害哦！哇，这个又有年菜，还有可以热菜，对，好，非常好。接着下来，管庆又轮到您了，是，好，这一题答对了，就大家又有奖金喽。哇，只剩下138位了，剩下138哎，压力大，加油。好，请问你了，玫瑰在中国文化中是哪一种身份的象征 ？A。贵族 B 刺客 C 美男子，五秒钟请作答。嘿嘿嘿，我知道。您的答案是，可以告诉我，请说。A 锁定。没那么简单哦，这个应该会是这一题已经在暗示你玫瑰有什么刺客。哎呦，抱歉，答错了。再次，所以是刺客的象征。哎呀呀，不寂寞啊！对对对，好，连线了，便便粘上去，老鼠屎。好，现在我线上只剩下84位了，84个人啊，84位，有一家就是可以得到年菜，哎，还有一个马尔济斯，哎，谢谢，我会不会抽中他呀？哎呦，抽中他就厉害了。这个当中你可以得到奖金10000，还有陶炉，还有年菜哦，年菜，恭喜，我们来看看是谁呀？来。哇哦！好，台中市的连浩，哇，连浩是带着老婆，两个都戴黑眼镜，帅，真的不错，恭喜你哦，得到奖金，还有电陶炉，还有整桌的年菜，老婆就不用烧喽，恭喜，太棒了，恭喜你，好，马上就要进行下一个回合了，快，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的，线上的玩家，真的，我们真的有10万块，我们很想要送给你们，但是我们节目都是玩真的，所以他们要答错，我们也没办法。接着下来，这个洪哲哥。没问题，是，好，希望不要连线。
哎，对，真的，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有拿到便便了。对，我跟甜甜做都连线。一起嘛。哦，甜甜还没拿到便便吗？我一身清白。对，哇，我也没有。哎呦，令人跌破眼镜。甜甜有的都是宿便在里面。跌破眼镜，他这样会每一题都对，一条线。一条线。对啊。开始斜过来。斜过来，真的。的分析，他到现在应该是三坨屎才对。他怎么样都可以连线。好 ，OK， 我们马上要来觐见女王了，女王好。新的一个回合，其实啊，我们一直对啊聪明的人呢、啊，很有信心，因为啊，我们几次啊都是谐星达到10万元。哎、欸，嗯，真的、哦。医生在我们节目里头那个运比较差一点。对，这边的确坟墓啊。医生的坟墓。但是王和佐医师没问题，对你有信心，赶快。好，来，请问你第一题。下列哪一种食物最危险？有高度的致癌物质，最好少吃。A. 洋芋片 ，B. 生鸡蛋 ，C. 关东煮。五秒钟，请作答。5, 4, 3, 2, 1。您的答案是？这个应该前一阵子有报道过。好，所以您的答案是 C， 锁定 C， 关东煮。是的。女王，你怎么了？女王，你还好吗？女王，女王，女王怎么了？女王，女王保重。女王要准备吗？对，凡哥，我们自己也要准备吗？女王，女王，怎么了？欲哭无泪吗？好多人在线上。很多人在线上。我其实啊，我都是每次担心这些有孩子的爸爸来答题，儿子在电视机前面很紧张。可是我要告诉爸爸，你看新闻是不是看错了？不是关东煮答错啦！正确答案是洋芋片。经过高温烹煮的烹调方式之后，会产生这个丙烯酰胺。对。所以本来也是一身会增加利害的，早知道不要穿白的，哎呀，对呀，更明显，对，哎，王仁甫、小甜甜，你们说点话啊！我答错，你们声那么大，你们上面味道好重哦，医生了不起啊，弄起塞鼻。好，哎，我们要跟线上刚刚也试完的3万多人说声抱歉哦，非常对不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有新的开始哦。好，是的，马上进入下一个回合。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的，又来到新的一个回合了啊！现在轮到的是小甜甜嘛？对，好，还没有任何的那个污点。什么东西？我没有任何的污点。你本身就是污点了。好，你本身就是污点了。全部大家都同意，我们马上来见女王。女王好。嗨。嗨。你们可不可以打久一点？我不要一下又跑出来，一下又跑出来。我一直可以待在这里，好不好？好。小甜甜，我们线上的朋友赶快上来哦！希望你答对了，赚回来第十题。好 ，OK， 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请问你，演艺圈银色夫妻中哪一对是姐弟恋 ？A. 黄晓明跟 Angelababy，B. 周杰伦 and 昆凌 ，C. 王仁甫 and 季晴。你们这个题目五秒钟，太侮辱人了！请作答。小心！赶快！哇，我刚刚以为是少年特工队又回来了。来，快点回答。差距最大的 C， C 锁定。姐弟恋呢？你是姐弟恋，我确定。他是叫季美美耶。对啊，季美美。对，季美美。你知道为什么名字跟实体都不一样？因为你也称过关机器，但是你有大便。好，姐弟恋 C 答对了。
是的，好，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姐弟恋的这一位，好吗？过关机器，我是当事人。是的，对啊。OK， 对啊，我都有在 follow 你们的那个新闻啊。是。对啊，那个根本不是，你们根本没有穿越马路，因为那根本没有斑马线嘛。那个乡下的路哪有斑马线啊？对啊，一条路直接走过去，没有车就过去啊。对啊， okay, 对不对？好，好，厉害了，谢谢大家，谢谢你帮我们澄清。当然，当然，当然，有有有，我们很奉公守法的。好 ，OK， 那麻烦你这一题也帮我们答对了。好，没问题，我们要加油。好，请问您感冒的时候喝的咳嗽药水，在喝完之后最好不要做什么事情，以免失效 ？A. 喝水 ，B. 运动 ，C. 睡觉。五秒钟，请作答。还有 pose 哦。哇！您的答案是。哎，避免什么？快点给我答案。B 运动 ，B 运动锁定。完蛋了！不要开车。完蛋了！不要运动，不要。不要运动吗？为什么你要做大根的姿势？你打错了。哎，为什么要做大根的姿势？等一下，来不及了。进广告。哎呦，等一下，来不及了，不要进。是怎样？是怎样？解锁，解锁，你自己 Q 的。等一下，是怎样？女王，我知道，你们一直说锁定之后不能改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一直没有找到关键性的这一把钥匙。哦，我可以解锁吗？哎不，那把好像是机车钥匙。你看一下，这边的锁是听号码的。哎呦。哇，这是机车钥匙哎！你好歹拿一台汽车钥匙来，可能不够急哦。来来来，不是，这我觉得今天大概是天气太冷了，大家脑袋都冻坏了。喝咳嗽药水当然是不要喝水，答错啦！哇哇，答错了！不是我思考的理由，覆盖在你的喉咙里面。我觉得那个咳嗽药水，每个人不是说喝，医生都说喝下去容易会有人会想睡觉，所以就不要有激烈的运动。不要再解释八十。贴上去，挺缓。我为什么会问到你？就是上面咳嗽药，还有是正路上面那一排，这为什么我都是药？我又不是医生。上面那一排是一排大便，你们那一排的大便都给你拿嘞。哎呦，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不是常识问题，女儿。今天我问到的都是一些跟医疗有关，什么正露丸呐、啊？对，咳嗽药丸。我又不是医生，你问他嘛？问我干嘛嘞？这没有办法，对不起啊，这就是碰运气，对不对？对啊。好，来，蛮大的，蛮好看的，小雨，好可爱啊，绵羊。来，今年过年你就这个打扮哈。又不是羊年。袂歹，袂歹看。好，马上就进入下一个回合。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九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 ，OK， 又来到新的回合，线上的玩家赶快上线，赶快上线。哎，因为这一次我们开始的是我们的主播了，好，马上要欢迎女王。这是开播以来我最多次出现的。对，真的。好累、哦。你不停的离开又出现，不停的出现，我都不能打到后面呢、啊。因为我们答题的做法跟柯凡哥的那个上厕所有点像，都断断续续的。对对，一下就第一集地上就停了。对，我鞋子都湿了。来，加油啊！好 ，OK， 马上要请赶快上线。来，第一题，请问，不少人有狐臭的困扰，下列哪一种做法可以减少狐臭的发生 ？A， 在衣柜里面放盐巴。B， 每天喷香水。C， 少吃红肉。五秒钟，请作答。衣柜放盐巴，喷香水，少吃红肉。答案是 C， C， 锁定。哦，跟刘涵脑袋没有被冻坏了，就会想想我们这些这个答题啊，46,282位，你如果答 C 就答对啦。是的，吃红肉会使汗腺的分泌物增加。喝红酒会吗？喝红酒啊？
吗？哎呦，哎，这个我们下礼拜还可以来问问看，因为我也不会。好，马上接着下来就是大根了，大根准备好了，不要摆那个动作，不要，这 pose 不能摆，来，差点就摆这个 pose。好 ，OK， 好了，让我们知道你不会摆那个 pose， 也有可能会答错，好吗？好，请问你第二题。烹煮食材时，总会不小心发生食物粘锅的状况。粘锅最主要的原因是 ：A. 食物不够新鲜 ；B. 锅子不够热 ；C. 油倒的不够多。五秒钟，请说。粘在锅子上。啊，这个是啦，这个要常听阿基师讲啦。这个的答案是 B 啦，啊，是 B 啦，是 B 锁定。锁定。油倒的不够。对啊。哎。好，信心十足。哎，大根摆这个姿势真的还不错，因为你答对啦。真的，是的，就是我比你弱一点了。好，你 hold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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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hold 住了。好， OK， 请坐。接着下来下一题，两位幸福不二家。我们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便便，我们跟以前一样都没有。对呀，太厉害。不要不要，你走开，你走开。好好 ，OK OK， 来，准备好了。好，请问你们，章鱼会喷出墨汁，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哎呀 ，A 传宗接代 ，B 准备睡觉 ，C 麻痹敌人。五秒钟，请作答。该会吓人的吧。对，吓人的。对啊，所以应该被攻击的话。对。答案。你们的答案是 C。C 锁定。哎呦，怎么会是 C？ 什么？你知道鱼没有眼睛。答案是 C， 就答对啦。耶！怎么会是好哦，相当厉害。上面的王仁甫今天今天是怎么回事？喷墨不是为了要让他比较黑一点，比较好睡觉吗？是他是为了是不是？他是为了要写毛笔字跟。对，哎呦，好，哎，现在是可以得到一万元，一万元，很好 ，OK。接着下来下一题，第四题了，静文，请问你。一般来说，哪一种人比较容易放屁 ？A. 长期吃素的人 ，B. 每天运动的人 ，C. 常喝饮料的人。五秒钟，请作答。为什么选项没有乱讲话的人？因为都讲的是屁话。你的答案是 B 和 C， 应该不是，应该是 A。A 锁定 A， 锁了。我几乎都有在运动啊。我也常喝饮料，但我没有。这一题很重要，这一题非常重要。如果答对的话，我们的线上的朋友是可以得到一夜二十的双人住宿券，在日月行馆。怎么那么好？价值38000，日月行馆。那但是就要看他答对了没有，对不对？啊，对呀。广告之后告诉你啊。哎呀，这个我都想要的。重要，如果他答对了，长期吃素的人，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日月行馆呢。是的，他答对了，答对了，对嘛？吃番薯容易放屁，是豆制豆制品、豆制类的，对对对，加工品嘛，所以常容易放屁。好，恭喜你了。接着下来，回到克凡哥，克凡哥又答对嘞，答对啦，怎么可能？当然就是这样子，好吗？麻烦你也答对，好不好？好，好 ，OK。小甜甜也救上。好，请问你，台湾在今世世界纪录当中创造的纪录是什么呢 ？A. 最多人一起吃臭豆腐 ，B. 最多人一起烤香肠 ，C. 最多人一起打麻将。五秒钟，请作答。臭豆腐，有点难呢。你的答案是，我有看新闻。你有看新闻？是的 ，A， 对 A 锁定 A。要来上节目，真的要多看点新闻。果然是 A。哇！对了，好，最多人一起吃臭豆腐，但这题答对的我要送。哎呦，温感 3D 瘦型美腿肌，好棒哦，脚可以按摩一下了，按摩来，舒服哦，好，好，柯凡哥，哎，过一关，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再稍微休息一下，哇塞，对对对，请问，好，下面这一位管庆了，根据
研究发现，哪一种睡姿，睡觉最容易做噩梦 ？A. 向右侧睡 ，B. 向左侧睡 ，C. 大字型仰卧。五秒钟，请作答。我觉得是 B， 向左侧睡。睡了，睡了。说定，哎，我想的是为什么在左边呢？对，哦，对呀，哦，管君真是有脑有心的人，答对啦！是的，好，累计奖金20000元喽！哦，20000元啦，太棒了！接着下来下一题，是的。专家准备好了，好，压力来了。请问你哪一个县市的人最幸运？截至目前为止，已开出至少56次大乐透头彩号码。A. 台北市 ，B. 台中市 ，C. 高雄市。五秒钟，请作答。好，也是前一阵子的新闻有报过。我的答案是 A。A 锁定。同意，是上一题你也是说新闻有报过，哎，对啊，这个真的有说新闻有报过，哎，对，你不要乱看网络新闻嘞，新闻也要看，对，是假新闻，有些是假新闻。好，如果这题答对呢，我就可以送给你气炸锅，不要气炸哦，气炸锅，气炸锅，好用好用，可以做水果干呐，鸡肉干呐，对不对？答 A 答对啦。恭喜你，的确就是台北市了。接着下来，小甜甜小姐，第八题，第八题，你想不到，你不可以错。第八题，完了，我对你开出第九题了。观众不可以错。好，我跟你讲，现在剩下167个人，刚好是我的身高。167是你的重量吧？你才157哎，体重。我们不要嬉皮笑脸了，很凝重，很像很紧张。对对对，好，第八题了，第八题了，第八题了。好，好，准备好了，好，要听好哦。好。好，请问你在台湾汽车最常使用的95无铅汽油，添加了什么颜色方便辨识 ？A. 知道，红色。B. 黄色。C. 蓝色。死定。秒钟，请作答。95无铅汽油。第八题了，我也不知道哎。第八题了，这真的太难了。但我觉得是蓝色。蓝色，所以你的答案是 C。我的答案是什么？是什么？快！啊，红色。红色是 A 锁定。红色，你今天刚好穿红色的。对，因为我想到我穿红色，可是因为蓝色，我知道有一些黑油，它有时候倒出来有一点蓝色的感觉，所以我想说汽油应该不会是蓝色，所以黄色跟红色，那红色是喜气，如果对的话。欸、不要再讲了，你已经答错了。为什么要听你这段没有理由的分析啊？应该是奇怪了。黄色，红色，黄色啊？为什么？黄色，因为他们要分辨，其实是加入不同的染剂，他们要分辨九二是蓝色，九五是黄色，哦，九八，然后九八是红色。哇塞，王仁甫他有大便吗？哎呀呀，没用到，终于拿到第一个，你帮我贴好了，我不要帮你贴了，你自己来了，自己，你再贴会碎啊。现在线上只剩下99位了，99位，哦，99位，就是这些人啊，有一个人他的照片就是完胜，你看，完胜，觉得非常希望。哎，其实每一个礼拜我们也有最高答对机会的人哦，对，好。好，哎，来看看这里面有谁可以得到日月行馆，有谁可以把气炸锅、美腿鸡还有20000元带回去？是，抽，请看。哇，新竹县的，你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合家观赏新竹县的民佑，恭喜你，哇，全家都可以去日月行馆啦，好棒哦，好棒啊。太好了，连家他家的马都在看了，恭喜恭喜，全部都送给你了，明友，马上进入下一个回合 ，Go！ 女王的密室三，魔王争霸战，9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
夺取高奖金，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好的，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回合，线上的玩家赶快扫描 QR code， 赶快加入挑战，因为这一次轮到我们过关机器。对，可以不要再问我有关于药物的吗？我对药物不是非常熟悉。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千万不要，好不好？不要再药物了。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药不是非常了解。好，我们先欢迎女王。好，是。好，两通。拜托，这一题能不能多答点？因为这一回合我准备了音符。60寸，但是要达到第几题呢？第五题，第五题，第五题，哎呦，第五题，一二三四，黄靖伦，那没救了啦，没有了，哎呦，哇，小姐可能没有了，快，马上，马上，请问你第一题 ，XO 酱之所以叫做 XO 酱，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添加了什么 ？A. 干贝 ，B. 鱼子酱 ，C. 白兰地酒。五秒钟，请作答。5 4 3 2 1 A 好 ，A 干贝锁定。因为以我做菜的经验，是 XO 酱里面没有鱼子酱，也没有白兰地。哦，可以直接删去。加稿，加稿，好，加稿，加稿，答对啦！耶！电视，好，那就要接着下来，全部都要答对才行了。可以。主播准备好了，请问你第二题，根据统计，台湾人是世界上最爱滑手机的人，请问台湾人平均一天花多少时间用手机上网 ？A 一个小时 ，B 两个小时 ，C 三个小时。五秒钟，请作答。最爱滑手机，既然都已经说最爱了，那当然就是。C， 锁定是吧？哎呀，三个小时，哎呀，三个小时有点长哦，哎呀，三个小时差不多啊，差不多，可是应该差不多。我觉得我太紧张了，我不知道电视机能不能转出去，我还是先进广告个吧。好，简单了，对不对？你看，再看看我们节目就得滑两小时，没错，哎对哟，是不是？对的吗？没错，对。三小时当然答对啦！电视，答对了！电视，好厉害了！电视，电视机到底能不能够送出去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大根的表现了。关键，完了，关键了啊！请问你，科学家研究发现，哪一种行为会促使身体分泌有止痛效果的荷尔蒙 ？A. 激情热吻 ，B.深情拥抱 ，C 轻磨鼻头，五秒钟，请作答。分析一下，我分析一下。笑得好诡异，这个新闻有报。对，这个真的有。你的答案是，如果以轻重来看的话，我的答案会是 A， 所以你的答案是 A， 锁定 A， 锁定，对不对？应该是 A， 因为你轻磨鼻头，我。该痛的地方还是会痛，拥抱还是会痛。可是我热吻的话，我会忘记某些事情。大根有经验哦，注意力吗？有经验哦，答对啦 ！Yes， 电视机，好，电视机。只剩先送10000元，电视机要在第五题哦。好。已经有10000元了，接着下来，好可怕，好紧张，不二家幸福，不二家，请问你们哪一位中国知名女性从来没有被册立为皇后 ？A. 赵飞燕 ，B. 这个我不懂，杨玉环 ，C. 武则天。五秒钟，请作答。太简单，这个就用删去法的，删去法吗？对 ，C 嘛 ，C 一定是删掉，只有对，所以答案是 B。B 锁定，杨玉环，是的，杨玉环喜欢吃我送的这个雅尼克北海道十胜生乳绝，答对啦！电视机是的，
杨玉环就是杨贵妃了，她最高只有到贵妃而已。所以你们答对了，恭喜你们。接着下来第五题，也就是关键性的一题了。好紧张，你们答对，我又开心又不开心，你知道吗？努力，金人加油了。请问您，哪一种饮食习惯的人罹患大肠癌的几率最低 ？A. 吃全素的人 ，B. 最低吃荤的人 ，C. 吃鱼肉半素的人。五秒钟，请作答。这么难啊！关键性的一题。一到你的最低，你的答案是，你的答案是选一个比较特别的好了。好 ，C 好 ，C 锁定。对啊。均衡的饮食比较会对人体比较好，哦，我觉得是这样。他觉得是这样，不要只单一吃一种东西。是的，女皇已经站在要送出去这台电视机的旁边了。对，现在线上不晓得有多少人呢？有一个人是有机会把这个电视机，还有这个瑞士姐带回去。你答对了。电视机。是的，答对，好厉害哦！真的，真的好棒哦！这是节目而已，对，节目的高潮哎啊！再接下来，哎呦，马上要到低潮了吗？因为他已经答对了，我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嘛，是不是？不不不不不，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礼物跟奖金哎，还有奖金啊，还有10万块，奖金10万元呢，还有还有，对啊，后面还有。哎，他那一题比较重要，因为他如果答错，他得罪人比较多，我只剩2100啦。哎，没有哦，不一定哦，因为我们累积上去还有10万块，所以我是第六题，对不对？对，第六题是20000元哦。六好，哎，加油了！三个答对就换小甜甜守最后一关，对不对？对。好 ，OK， 准备好了，柯凡哥，请问你，秦始皇的名字叫做嬴政，请问他的曾祖父秦武王叫什么 ？A. 嬴钱 ，B. 嬴荡。C 荧光棒，五秒钟，请作答。太难了，太难了，神经病的题目啊！您的好可爱。答案是银钱。神经病的题目。银钱是 A， 锁定。哎，我如果错在荧荡跟荧膀胱，我就算。不不，我刚刚说是荧光棒，不是荧膀胱。啊，荧膀胱啊，荧光棒，荧光棒，不是荧膀胱。我念反了吗？还荧膀胱，还荧膀胱。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真是喜。很好笑，他的曾祖父是得罪了谁呀？对呀，啊，对。但是你说赢钱，抱歉，你这20000元就赢不到咯。真假的？赢不到了吗？你答错啦！真假？我最近看电视有看到电视剧，《史记》有记载，是的，他叫嬴荡。观众朋友们，这算不算被大会弄？会不会？嬴荡啊！大便拿过来了，居然死在一个题目，答案是嬴荡。嬴荡！哎呀，柯凡哥！好，现在是575哎！哎呦，很可爱哦！还有谁？还有小白兔哦，小白兔哦，小白兔是谁？这585位当中是谁会把电视机拿回去？电视机很重要。哎，我们的江律师还在这里看着我，看我要选出谁来，对不对？好，来，我们来看看哪位？哎，哇！恭喜，桃园市的中达，中达，哇！恭喜你，哎，我告诉你，现在人能取的名字是不是好多了？好，中达，恭喜你得到奖金10000元，瑞士姐，还有这个60寸的 Infox 的大电视，耶、yeah, ！电视机送出去了，好棒，送出去，太完美了，50寸4K，对呀、啊，好，好厉害。恭喜恭喜恭喜中达啦！好，你以为是下一个中达吗？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回合。女王的密室3，魔王争霸战，9位魔王依序答题，线上玩家快来加入魔王对战，高额奖金等你拿！魔王争霸战，夺取高奖金，
谁能笑到最后，成为魔王中的魔王？女王的密室三，魔王特别企划。又来到了下一个回合，是的，还有东西啊。哎，又从头开始，你压力没那么大了。对，没错。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专辑？哦，这是我的全新概念 EP， 叫做《管庆问号》，主打歌《什么东西》已经发行了，请大家多多支持。哦，主打歌就叫做问号吗？那叫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哎，我跟你说 ，sorry， 他上一张更猛，他上一张主打歌叫《事后烟》。哦，事后烟。嗯。哦，是吗？您上一张是淫荡吗？因为陈子鸿。好 ，sorry， 好 ，OK。你会选什么嘛？Sorry， 我们马上欢迎女王。是的，女王好。哎，是的，这个淫荡是历史上有记载。是的，有历史，有记载，有记载。真的有，真的有。曾祖父，秦始皇。但我们的剧，我们的这个出题人是不是也太想得太好？银钱，银钱，荧光棒，荧光棒，都不萤火虫嘞，对不对？然后克凡哥还听成银膀胱。你在想第一题啦？你平常在演唱会把膀胱拿出来吗？不是，因为他那个棒，他那个棒就长得跟膀胱那个膀很像，膀很像，很像。对啊，其实蛮像。光来，我们现在上线的朋友，赶快最后的机会，赶快来，我们还有大奖要送。好 ，OK， 马上，请问你第一题，台湾哪一个城市人口最多，高达390万人 ？A. 高雄市 ，B. 台中市 ，C. 新北市。五秒钟，请作答。你的答案是。C 新北市，新北市 C 锁定 C， 好，大家都知道新北市人口最多，答对啦！下一题，好，来，洪哲哥，请问你，下列哪一种动物的心脏最大 ？A 长颈鹿 ，B 非洲象 ，C 蓝鲸。五秒钟，请作答。好，长颈鹿、非洲象、蓝鲸。你的答案是 C， 蓝鲸，蓝鲸锁定。好，没问题，锁定了。医生，哎呦，犹豫了。它是哺乳类里面最大的动物。我觉得做一集节目，主持人心脏也要稍微大一点。真的，各位，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啊，真的啊？怎么那么快？是今天不错哦，这一题是蓝鲸答对了。对，蓝鲸的心脏跟车子一样大。哎，真的耶！哎，我的孩子有一本绘本，我睡前都在讲，是蓝鲸载着大象去旅游。哦，这样子，阿福镇，大便在身上讲什么？所以啊，教小孩，陪小孩念书，自己也会长知识。对，哎，蓝鲸的心脏不但大，而且动得很慢哦。动得很慢，对，哎，对，好像才10秒，十秒跳一下，跳一下，好像是这样，对，对，厉害，好，OK， 接着下来又轮到了小甜甜，我这里至少这关过还就10000块嘛，对不对？对，好，争取。心脏也很大的小甜甜。好，第三题很大的小甜甜。请问你最大的哺乳？根据科学家推测，10万年以后的人类外貌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A. 眼睛变大又圆。B. 嘴唇变厚又性感。C. 皮肤变白。五秒钟，请作答。我跟你讲，现在这些全部都是现在医美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科学10年之后，人类的外貌外星人，所以应该会是眼睛变大又圆。哎，锁定。因为它是科学家推测的嘛。科学家，其实就有点像外星人。答对啦！答对了 ，yes， 相当厉害，所以已经有10000块了。10000块，来，接下来。接着下来，加油，加油！喜羊羊，你准备好了吗？喜羊羊，喜羊羊来了哈！好，好，请问你，酒的热量都很高，但下列哪一种酒的热量比较起来最低 ？A. 米酒 ，B. 啤酒 ，C. 高粱酒。啊，完蛋了！5秒钟，请作答。热量最低的。最低。B。
啤酒锁定。锁定。哎呀，哇！帮你锁，我确定。快，他比我快0.3秒哦，厉害。你知道吗？啤酒这一题，哎呦，至关。哎呦，价值12800的百富长时尚行李箱。哇，12800哎，就这样送出去了。后面的人，线上的朋友才会得到。哎，你说是什么？B 啤酒，答对了！哎，真的，啤酒热量稍微低，因为酒精浓度也低，对，所以低，大家会喝多一点，对，到最后累积起来也是，对不对？也容易变胖。啤酒，你小弟，你指我啤酒肚干什么？我跟你之间有啤酒肚还是你？哎，至少我们之间没情愫啊，很好啊。啊，没事，你快点忙下一个。好，下一位，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把握时间。请问主播。如果过年想要出去玩，下列什么地方是真的可以在台湾找到的 ？A. 乌帕里 ，B. 拉基里 ，C. 芝巴里。五秒钟，请作答。好难听哦，好难听。答案是 C. C， 请把 C 的答案讲出来。芝巴里，芝巴里，锁定。Yes， 主播的国语还真的是标准。好，答对这题，我要送不锈钢的快煮壶。哦，答对啦！芝巴里，真的有，真的有芝巴里哦，芝巴里在桃园县的中壢市。桃园县中壢市，好 ，OK， 接着下来下一位大哥，对，还有压力好大，好好，到这边了，好，加油了，一定要答对哦，好，好，那个住在芝巴里嘛，对不对？不是，隔壁，你是芝巴人，哎，他刚选那个就相当于我选银档，哎，好啊，对，开始了解大会出题的逻辑，那个好，那柯凡哥可以麻烦不要活在过去，往前走，一向我要是给我一次机会，我就选银膀胱了，好 ，OK， 大哥。准备好了，请问你搭船时候，如果要避免晕船，应该要坐在哪里比较好 ？A. 船尾 ，B. 船中间 ，C. 船头。五秒钟，请作答。第六题了。船尾 ，A. 船尾，锁定。对，因为我们去外景，我们之前去外景的时候，搭船的时候，我都是最坐在船尾。那是你在谈恋爱。对，船尾。一方面是谈恋爱，一方面是避免晕船。OK。刚刚来谈恋爱就晕了啊，所以在船尾。啊，对，就晕船了。对啊，我晕的是人。哎，还好。哦。所以这一题答对了，来有奖金20000。啊！答对了。答对了。对啊，船尾其实是比较不会晃的，对，因为你船头迎着浪嘛，直接就上去，所以往上去，船尾反而那个晃动没那么对。好 ，OK， 接着下来两位，幸福不二家，幸福不二家，第七题了，请问你们下列哪一个古装剧常出现的自称词，其实并不会在正史中看到 ？A. 本宫 ，B. 哀家 ，C.臣妾，五秒钟，请作答。少宗，交给你，我不懂。怎么办？好像都常听到哎。好了，那你们的答案是 Go C 好了 ，C， 锁定，臣妾。你是说古装剧中自称语不会在正史中看到臣妾？哎呀，本宫，本宫。本宫吧，哎，也没时间了，抱歉，答错喽。哀家，好，正确答案是哀家，只有在戏剧里面才有。戏剧里面才有。好，来，我们看一看线上现在只剩下多少人？哎，马尔基斯151林彦君，马尔基斯还在耶，哎，厉害，真的耶，对，好可爱哦，好。这一项是可以得到行李箱，还有价值20000，还有快煮锅。来看看，有那个人有点像小甜甜呢。对，哎呦，蛮像的，真的。啊，婉宁不要哭，不要哭，婉宁不要哭，婉宁。来，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可以得到。嘿。哎呦，冠希，蛮帅的，冠希吧。好，恭喜高这位先生，你很觉
得自己很帅哈、啊，冠宇，恭喜你得到了行李箱20000元，还有快煮壶，恭喜！恭喜得到了20000元，还有很多的礼品啊、哦，太厉害了！有没有看到我们？哎，最后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个英雄榜，你答对最多题目，我们也会送你大礼哦。来，我们来看一下英雄榜。哎哎，女王来，女王来，哇，有心仪，心仪，玉祥、宝云、怡凡，怡凡都可以得到行李箱哎，12800的时尚行李箱，哇，厉害吧？太厉害了，对，太厉害了哦！哎，这样子，哎，我们要不要猜一下，明天会不会下雪啊？明天会不会下雪？已经下雪了。阳明山已经下雪了。台北市会不会下雪呢？台北市前几天好像有人在101上面有拍到，有机会拍到一点点，那是假的啦，假的啦，假的啦，对，特色啊，对，怎么会这样？如果下雪的话，下礼拜大家再来好不好？真的，好，恭喜我们的过关机器得到2颗雪，恭喜恭喜，1月29号对不对？幸福不二家。谢谢，别忘了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拜拜，杨幂是好，哎呀，居然还有啊，拜拜。